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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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听众，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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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刚刚提到舍身当愿当中的第十八愿，第八愿是根本愿，也是他力，他力回向阿弥陀的回向。那么第十九愿呢，是自力，自力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啊？那这样的分别对与不对，他的这个经教的理论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先来看看了解第十九愿的内涵。那么第十九愿在我们的资料我没有列进去啊，那么大家就听我念就好。第十九愿是这么讲，是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之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以大众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这个就是第十九愿的内涵。那第十九愿的内涵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他本身要发菩提心，修出功德来发愿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因，所以呢就有阿弥陀佛在他临终的时候，现在他的前面前来安慰他，来接引他，是这两个。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善巧方便，也是悲心的展露啊。如果论阿弥陀佛根本愿的话，随他自己佛的这个本怀本意的话呢，是要十方众生不管任何的根基都来称念他的名号，以他的名号为自己的功德，以名号为往生的正因，以名号进入报土，快速成佛啊。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理解到这一点，那么不能理解到这一点的众生，阿弥陀佛放弃吗？不放弃，他也要救度，因此他必须要有这个愿。这个愿就是第十九愿，也就是说凡不是专依靠他的这个修行人肯定就是要发菩提心，修出功德的，就像刚刚所讲的这个大圣大圣法门，就是菩萨道，以菩提心为这个核心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心。没有发菩提心所学的那就不是佛法，那就是魔道但是有一些众生呢，他顾虑到自己在满场的菩萨道生涯轮回当中，不一定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生而为人，都能够遇到佛法，都能够行菩萨道，因此呢他想要求生一个能够不轮回的这个净土或者有一些行者，他对于临终的时候
恐怕不能够正念，而起颠倒，那就退转到这个菩萨道。那怎么办呢？那就希望有一个加持啊。那阿弥陀佛呢，就假借这样的众生的心理，这样众生的这个根基，就发了相应这样根基的这个愿，就是说，你只要把你平常所发的菩提心，所修的这个菩萨行啊，菩萨行就六度万行，就修出功德，回向到我的极乐世界来，那么我保证你临终的时候，我会现在你的面前安慰你，啊，让你心不颠倒，迎接你，让你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是阿弥陀的善巧方便，啊，本来发菩提心也好，修出功德也好，是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因为他发愿回向愿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就跟阿弥陀佛有关系了。阿弥陀在他临终的时候就会来迎接他。那么他跟第十九愿的差别是怎么样呢？第十九愿是随阿弥陀佛的随自意，啊，那么第十八愿是随自意，佛的随自意，第十九愿是佛随他意，随众生的这个根基，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啊，随众生的根基所发的。那如果是念佛的话呢，是万种根基啊，根基千差万别嘛，都成为一个根基啊。所谓三倍，所谓九品，三倍跟九品是一体的。所谓开合之意啊，约来就是三倍，展开就九品，再展开就八十一品，再展开呢就是无量品。所以众生根基呢，有无量根基、无量品。那么无量根基、无量品啊，不管出家、在家，根基最利。根基呢，下顿、圣人、凡夫啊、善人、恶人，只要他专一念佛的话，万种的根基就平等，没有差别了。啊，万品因念佛而成为一品，啊，成为一品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十九愿我不能修出功德，根基呢不同，所以所发的菩提心的真假深浅就各有不同，修出功德的多寡啊也各有不同啊。所以这个自利他利差别就在这里。那么第十八的念佛跟阿弥陀佛呢，以名相上来讲，就是机法一体，机就是我们念佛的人，法就是阿弥陀佛本身，念佛的人跟阿弥陀佛本身呢是一体不离的，一体不二的啊，没有跟阿弥陀佛没有离开，因为我们心心念都念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的心心念念都在念我们，所以我们心中有佛啊，佛的心中有我，所以我佛啊，佛生佛返就一体不离了。所以《观无量寿经》把这一种关系怎么讲呢？说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任我众生摄取不少。阿弥陀佛遍照十方世界无碍的这个光明啊，它呢目的在于摄取念佛的众生而不少，从现在到临终皆往生成佛，都不嫌弃、不舍离、不忘记、不离开。这就变令我众生摄取不少。这个摄取刚解释，摄就平生的保护以及临终的使他往生，这就摄取不少。那么念佛人跟阿弥陀佛就有这一种啊一体不离的关系。这种摄取不舍的一体不离的关系呢，也有一个名词叫做摄心功德机法一体。摄指我们的身体，心指我们的内心，啊，摄心或者是身心，跟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啊，阿弥陀成佛的功德，阿弥陀本身是一体不离的，啊，这个是就这个《观经》所讲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来讲的。
那么就第十八愿来讲的话呢，叫做往生正觉即法一体。我们的往生，我们凡夫念佛人啊的往生，跟阿弥陀佛成佛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说，我不能让你往生，我不能成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往生靠他的成佛，而他的成佛呢，靠我们的往生，啊，靠能不能使我们往生。所以他的成佛跟我们的往生是绑在一起的。他成佛了，我们就能够往生成佛；我们能够往生成佛了，他才能够成佛。所以彼此绑在一起的，啊，也就是说，以他的所有佛的功德来给我们，使我们呢能够消除无量劫的生死之罪，啊，往生成佛。一般自己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要经过52个阶梯，啊，那么阿弥陀势必要完成我们这样的功能功德，或者他还要再继续修行，修行到一直使十方众生都能达到消除他无量劫的生死之罪，圆满他成佛的功德，啊，这样阿弥陀佛才成正觉道。所以念佛人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念佛人是往生正觉即法一体的，同时呢，彼此三业也是即法一体的。我们心中想佛，佛就知道；口中念佛，就听到；我们身体拜佛，我就看到。彼此的三业也是不相离开的。同时，南无阿弥陀佛，啊，也是即法一体。南无是指我们众生，啊，我们众生的归命，啊，愿生。就是南无，而阿弥陀佛呢是万德洪名，具足消除无量劫生死之罪的功德，具足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的功德，都在阿弥陀佛里面。所以南无的我们跟阿弥陀佛的佛也是即法一体，不相离开的。像第十八愿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可是第十九愿呢有没有一体？没有，因为他发菩提修出功德嘛。而且从根本上来讲，他所发的菩提心所修的功德也没有三轮体空，所以菩提心不是真正的菩提心，而修出功德又是杂土之上有肉之形，啊。但是呢，阿弥陀佛慈悲说，你如果不直接念佛，你回向你这一些功德，因为有的人认为要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功德怎么能往生呢，单单念佛怎么能往生呢，所以这一种众生就是以第十九愿的。所以第十九愿的众生就是根基千差万别，所以就有三倍有九品，这个都是十九愿的成就，啊，是第十九愿的内涵。所以第十九愿来讲呢是自利，啊，根基千差万别。那么第十八愿呢是他力，只有一个根基，就念佛的根基，啊。所以善导大师对第十九愿，第十九愿对三倍，十九愿跟三倍是一体的，乃至三倍跟九品也是一体的。善导大师怎么解释呢？善导大师说，佛说一切众生根器不同，有上中下，随其根器，佛皆欠专念无量寿佛名，其人令一忠实，啊，令一忠实即得往生，啊。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倍就在解释第十九愿。所以三倍里面啊，有出家的发菩提心的上辈，有不能出家但是发菩提心的中辈下辈。不管上辈中辈下辈，根基不同，行持不同，但有一个相同，不能够没有的，就是说，哎，要这个一心专念无量寿佛，啊。
那么能够一心专念无量寿佛，就归住第十八愿了。那如果不能够一心专念无量寿佛啊，就是说不能专称弥陀佛名，又加上其他的话呢，那就是第十九愿。可是佛的目的就是要引导第十九愿归入第十八愿的，所以善导道就解释了啊，随其根基，佛皆欠专念无量寿佛名啊，所以十九愿目的是要引导进入十八愿的。那么如果有引导进入十八愿的话，那就十八愿的根基，或者就依然停留在十九愿啊。那么这并不表示说，哎呀，十八愿他没有菩提心，甚至他否定菩提心啊，他呢不讲修行，甚至他排斥修行，根本都不是这样，完全不一样。他愿生心就是净土门的菩提心，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他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娑婆世界的轮回当中，一生有一生一世，就会怎么样呢？失去人生，那失去人生就退转了啊！而且现在的菩提心也不真，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快速圆满佛果，那么菩提心也好，菩萨行也好，统统一体能够圆满。所以愿生心就是净土门的菩提心啊。那么这一句名号就万德洪名，所有六度万行，这一句名号没有不有的，没有不具足的啊。同时我们是一个念佛人，当然是一个学佛人，学佛人不管啊有没有受持五戒，学佛人会去杀生吗？会去偷盗邪淫妄语吗？当然逢缘历尽业力来了，有许会做，可是当然内心清清楚楚晓得他是有心无力，所以他有忏悔心的，因此呢他才通身靠倒在这一句阿弥陀的名号上，他才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晓得逢缘历尽可能连五戒都不清净的。其实我们不论在家出家啊，出家一定受过戒，五戒啊，尤其是四种根本大戒啊，这是性戒最根本的，其他不能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其实我们都不清净的，那这样呢，谈何修行？所以只有往生极乐世界，靠弥陀的救度，到了极乐世界就能够圆满佛果啊，所以。第十八愿啊，愿生弥陀净土，不是没有菩提心，不是排斥修诸功德，是彻底的了解我们的根基，同时呢也明确的相信弥陀的救度，所以就先到极乐世界啊再来。接下来呢请看第三条大经第十八愿成就记，我们一起来念啊！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智不退转。其佛啊，这一段成就记是释迦牟尼我所讲的，所以站在释迦牟尼的立场说其佛。那么其佛是指哪一位啊？阿弥陀佛。阿弥陀的本愿力，啊，阿弥陀的本愿力是什么啊？下面就有解释：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智不退转。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根本愿的力量，根本愿的功能。根本愿的力量，根本愿的功能，在讲什么呢？在讲闻名欲往生的话呢，就皆悉到彼国，通通到极乐世界，而且现在呢，就自自然然的进入不退转。这个就是阿弥陀本愿的功能。那么从四十八愿当中，合乎这个其我本愿的无名欲往生的愿是哪一愿呢？第十八愿，不是十九愿，也不是二十愿啊。那闻名啊，刚刚有解释，这个闻呢涵盖着信，有相信的闻才是完整的闻
稳具足。那如果稳了还有疑惑，那他还听不够，还没有完整的听闻啊。所以这个文明含有相信，相信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具有万德的功能啊，听到了啊，那么听到的话呢，肯定会忆佛念佛，所以这个文明也涵盖第十八愿所讲的乃至十念乃至一念啊，乃至一辈子的这个念佛在里面啊。因为它是从最低的根基做标准来讲的，它文明当下就断气了啊，那么它一往生它也能够到极乐世界不退转啊。那假设我们现在业报身还在这个娑婆世界，可是我们这个愿生心真心不退转，这样呢也一样，不管谁通通会到极乐世界，现在自自然然的啊，就进入不退转的这个身份。所以闻名啊，闻到谁的名号啊，南无阿弥陀名号啊，欲往生啊，欲往生，站在阿弥陀佛的立场说欲生我国，站在我们的立场说愿生彼国啊，这样接续到彼国，无论是谁，是出家在家，是圣人凡夫，是善人恶人，会修行不会修行，先清净不清净，根基高根基低，都通通能够到极乐世界。而且现在呢，自就自自然然的啊，法尔自然的，不假造作啊，达到进入一生补处啊的这个身份。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现在预先拥有那个身份。所以这一首第十八愿成就偈，因为第十八愿已经成就了，阿弥陀已经成佛了，才有这一种力量，才有这种本愿的功能啊，否则就没有。凭着阿弥陀佛的这一种力量，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身份啊，这不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修行功德或功夫，不是，完全都本愿力。所以我们呢，这个净土宗的特色第一句是什么？本愿称名啊，就从这里来的。本愿是释迦牟尼佛的解释啊，第十八愿就是本愿。第十八愿讲是什么？讲的是称念弥陀的名号，所以本愿称名就能够凡夫入报。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并没有超凡入圣，断除贪嗔痴，证这个阿罗汉果，或什么小圣菩萨、大圣菩萨啊，依然是凡夫。可是呢，能够进入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什么土呢？是报土啊。这个有时间再解释。一般讲极乐世界，都用天台宗智者大师在《维摩诘经》里面所分判的四土：完胜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八庄严土、长吉光土，这一种是完全错误的。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玄义分》里面呢，就举出这个其他大德所解释有关净土法门的种种错误。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善导大师所写的《观经四帖疏玄义分》，就能够了解啊。极乐世界不是什么的四土，什么繁盛啊、同居方便有余啊，极乐世界就报土一个，报土啊。当然，报土跟这个长吉光是一体的两面，因为长吉光是属于理性的，它无所谓土不土，因为它无形无相嘛啊。如果有土的话，那就是报土，所以佛的境界就是报土。那么阿弥陀佛呢，他因地发愿修行。成了佛之后，当然就有果报土，这个果报土当然是报土啊啊！所以善导大师在《玄义分》里面就引用这个经典啊，引用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其他大圣经典来证明阿弥陀佛是报佛，极乐世界是报土啊。那么我们往生的，就是报土。报的是
佛的境界。当然以报主来讲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报主必须是十地菩萨初地以上啊，破了一份无明，证了一份法性，才能够进入，才能够享用到。那么极乐世界是报土，而我们呢，不讲，不用说破一分无明，连这个思惑也没有断，连见惑也都没有降伏的，甚至呢烦恼炽盛，啊业障深重，也能够进入报土。这个是什么？是阿弥陀佛的力量。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呢？那么阿弥陀的力量，阿弥陀就是有这个力量，否则他五劫的思维就没有意义了。他造杂永劫的机智菩萨无量德行也就没有意义了。一般佛啊，不退转出发心不退转来讲的话，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就能够成佛的。可是阿弥陀的成佛是经过的造杂永劫啊，为什么要那么久呢？目的啊，就是一方面要广度十方众生，使十方众生都平等的能够往生；一方面也要使十方众生，不管任何众生，能够快速进入成佛的境界。所以《阿弥陀经》就说了啊，说极乐世界众生生者啊，皆是阿毗跋致，其中都有一生不住。阿毗跋致不退转的意思，不退转是从哪里不退转？是从一生不住不退转。所以这个经文黑字白字写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本愿称名，这是净土宗的特色。本愿不是我们的愿，是阿弥陀的根本愿。我们称名就合乎他的根本愿，啊，就能够合乎这个第十般的成就记，就是皆悉到彼国，自是不退转道。所以净土宗的特色就本愿称名华严如来，而且呢是平生业成现身不退啊。这个呢在第十八愿成就文、第十八成就记就已经清清楚楚的讲出来了，只是说如果没有专一研究净土的，就不能了解这样的教理，就不能做出这样的分判。尤其是如果以圣道门来解释净土门，那就通通错了，通通不对了。因为圣道门有圣道门的教理跟范围，净土门有净土门的教理跟范围，它是各自不混杂的。那如果圣净的教理混淆了，那圣道门也不成圣道，净土门也不成净土了。那本来净土是他立的，是异行道的，那异行道呢变成自立的，变成难行道了。所以为什么要独立出净土宗，创设净土宗，就是很清晰的去划分明辨什么是自立的啊，什么是难行的，什么是圣道的啊，然后呢什么是净土的，什么是他立的，什么是异行道的。这样划分出来的话，我们要走净土之道才能够一眼就看出哦，这就是净土之道，而能够容易的、轻松的、安稳安全的走净土之道。那如果没有划分清楚，模模糊糊的圣道杂净土，净土被圣道的教理掺杂的话，那就看不出净土之道。那么这样的话，难行道，哎，易行道。变成难行道，他就变成自立了。所以随净土之人，首先一个概念就是要晓得净土有净土的教理范畴啊，那么圣道有圣道的这个范围，彼此是不一样的。如果以天台解释净土、华严解释净土、禅宗解释净土，净土被掺杂了，因为净土有它特别的特殊的含义。那也就是说要解释净土的话呢，就专以净土的经论来解释净土的教理，专以净土的教理来解释净土的经论，那这样
净土就是原汁原味的，是纯粹的啊。那么这个传承呢，有传承的，传承什么传承呢？在哪里？在于龙树菩萨的一心品，天心菩萨的往生论，坛鸾大师的往生论著跟赞阿弥陀佛的偈，以及道绰大师的安乐偈啊，最后善导大师自古相传是弥陀化身，是集净土宗之大成。善导大师写出了五部九卷啊的净土的书，其中这个观经四帖书啊有四卷啊，所以到了善导大师的话呢，才建立了净土宗，净土宗的教理架构，净土宗的理论，净土宗的这个行仪就完全呈现出来了。所以净土宗呢，就无形中被这样的建立起来了。所以学习净土法门的话呢，要了解有这个法脉，然后专一深入这个法脉，这样的话呢，净土就是纯粹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掺杂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啊。所以像我们引用的这几条经论的法语啊，都很纯粹，都不掺杂其他的这个宗派的教理跟思想在里面啊。接下来请看第四条，大经流通之文啊，我们也是一样啊，一起念一遍。其有德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好，这总共32个字啊，它呢跟第十八愿以及第十八愿的流成就文啊，文字上呢几乎都差不多一样，那内涵上呢也是一样啊，只不过呢是在第十八愿或第十八愿成就文没有说出这乃至一念的念佛具有什么样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功德，没有说出来，到了流通分才说出来啊。那么这个经这一段经文呢，啊，它的名称因为意义不一样，意义涵盖多种，所以名称也有多种啊，也称为大经流通文。也就是说，每一部经每一部经到最后都会把它的核心啊交代给这个当机众，要它流传下去啊，所以叫做那一部经的流通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叫大经流通文。也叫做弥勒菩萨辅足文，因为是释迦牟尼佛交代当来下生成佛的弥勒菩萨啊，要把念佛法门要呢这个代代相传，不使断绝，不使消灭，所以叫做弥勒菩萨辅足文，也叫做念佛流通文啊。因为虽然是大经流通文，但大经在讲是八大愿。十八大愿根本要第十八愿，第十八愿在讲念佛，所以叫念佛流通文。同时呢，也是念佛利益文啊，讲出欢喜踊跃乃至一念的念佛，这个人当下怎么样呢？为得大利啊，已经得到了大利。那么这个大利啊是什么利益呢？下面就解释了。只是具足无上功德，无上功德指成佛来讲的，那么这个大力呢是指成佛的功德来讲的。那既然成佛的功德的话呢，成佛是无上正正觉，所以呢它没有大也没有小啊，所以这个大呢是一种超越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当知这个人啊已经圆满了成佛的功德的啊，他在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啊，肉体烦恼的身心就已经圆满了成佛的功德啊。这个白纸黑字，释迦牟尼佛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的讲在这里啊。
那么等同呢，也是在为我们受记，所以每一卷经文几乎都是为念佛人受记啊。那么第十八愿，是八大愿，除了第十八念佛之外，也有讲到呢这个第十九愿的法轮修持功德，以及第二十愿啊，第二十愿的这个植诸德本。可是呢，到了流通的时候，没有流通十九愿、二十愿，是流通第十八愿啊。而且佛陀所讲的本愿力，也不是在讲十九愿、二十愿，也是讲第十八愿啊。所以可以说，第十八愿的念佛，第十八所讲的这一句名号呢，是贯穿整个啊，整个第十八四十八愿，也是贯穿整部《无量寿经》上下两卷，啊，甚至呢，贯穿《观无量寿经》，贯穿《阿弥陀经》。所以贪伦大师就说了：“说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灵鹫山所讲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啊，在这个其实是孤独云所讲的《阿弥陀经》，讲这三部经，通通以名号为这三部经的体。”那等于说三部经在讲什么？在讲南无阿弥陀佛，在讲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救度众生啊。那么善导大师就解释了，怎么解释呢？那解释说看这个第六条，第六条我们来念一遍啊。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唯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请问长，这就奇怪了。十八愿门愿门愿有不同的愿名，有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内容啊。怎么善导大师说四十八无量寿四十八愿之中唯名，唯就是独一无二啊，独一无二的在说明。说明说专念弥陀名号就能够得生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只有在讲这个啊，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奇怪？其实不奇怪，因为一开始就讲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的目的是什么，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往生吗？所以浓缩起来就让我们往生，那么开展起来呢，就整个极乐世界的庄严来吸引我们，诱引我们，引导我们向往他的庄严，心目他的庄严。然后怎么去呢？念佛在第十八愿。那如果四十八个愿把第十八愿拿起来的话，其他的愿通没有作用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也没有作用了，因为他没有要救度十方众生吗？那虽然有十九愿，十九愿却是难行道，大家不一定做得到的。所以就说四十八愿，虽然愿有四十八，内容不同，愿名不同，文字不同，但其实每愿都相同，文字都相同，意义都相同。相同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就唯名啊，唯名。四十八只有一个唯，唯一在说明显明专念啊，专而不杂，一而不二啊，专一啊，所以专而不杂，专一不二，成了弥陀的名号，就必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阿弥陀佛是以他的名号来救度众生，而众生只要承认他的名号，必定往生，决定往生，百分之百往生。我们回头来看第五段啊，第五段庄严经啊，一起念啊。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亦以大慈悲利益诸群生。请问一下，
庄严经跟无量寿经内容是一样的，只是翻译的人不一样，翻译的时代地点不一样，这个叫做同经异义或者同本异义，同样是无量寿经，但是不同的人所翻译的，它叫做庄严经，完整的名称是大圣庄严经。那庄严经呢，就有讲到我若成正觉，这个我是指谁呀？阿弥陀佛藏菩萨，他不成正觉，不成我便罢了，如果成佛的话，他要怎么样呢？立名无量寿，他的名字叫做无量寿，就这无量寿是涵盖无量光，那无量寿表示时间，所谓横竖三际，那无量光表示超越空间，竖穷三际，横遍十方。那么以这个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无量寿无量光来涵盖阿弥陀佛的无量的功德，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说这个阿弥陀佛就通通包含了，所以这里的地品无量寿是涵盖无量光啊。那么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跟前面的这个第十番成就偈几乎是一样，跟成就文也一样。成就文说只有众生闻起名号啊，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的自心回向愿生彼，就即得往生。那么第十番成就偈就说无名欲往生界是到彼国，那么庄严经也一样说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十方众生只要听到阿弥陀的名号，就通通能够呢，让他自自然然的往生极乐世界啊，俱来我刹中。而且呢，往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呢，光寿二无量啊，光寿二无量。所以接下来就如佛金色身，妙相西圆满，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紫摩金身啊，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无量相。无量好，无量的这个光明啊，没有缺陷，没有差别，所以说悉圆满啊，亦大悲心利诸群品，也跟阿弥陀一样的是八愿，一样的这个大悲心来救度十方众生。所以我们净土宗宗旨最后一句说广度十方众生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大圣道，是菩萨道的，更能够呢达成这个学佛的目的，达成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请问各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宣说佛法。宣说佛法为了什么？为了广度众生啊，使众生都能成佛啊。这个随佛刚刚讲需要有这个解脱啊，出离心啊。那么解脱出离心是佛法最基本啊，是从这个解脱啊为佛法的出发点的啊。那这是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就是成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让十方众生成佛的。可是所讲的法那么多，能够让十方众生成佛的就是净土法门，其他呢不容易，叫难行道。所以龙师不知道在一行品就说了，说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易，入道不行则苦，水道成转则乐。那岂不清清楚楚的说出有难行道有易行道吗？那么在龙树菩萨一行品里面所讲的易行道是讲什么呢？是在讲阿弥陀佛无量寿经的第十八愿，核心在讲这个啊。对于第十八愿讲的比较透彻比较清楚，赞叹的寄语也最多啊。在古代交通工具就是陆路跟水路嘛，那么陆路辛苦很艰辛啊，而且呢不安全，时间也很久。那如果是走水路的话呢，
轻松快速，啊，阿弥陀佛的本愿船又很安全，啊。李白说：“行路难，行路难，难以上青天。”啊，所以行路很难，比登天还难，哎。那如果是水路的话呢，那就容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所以在龙树菩萨就把整个无量的修行法门啊，总的归纳为两种，两种就难行道、易行道。那么难行道是靠自力，易行道是靠他力，就靠阿弥陀佛的力量。靠自力就困难，靠他力就容易。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比喻，从这一条岸要到那一条岸，啊，如果距离遥远的话，世界游泳的观鲸也游不到，何况旱鸭子啊。那如果坐船的话，游泳的观鲸能到彼岸，旱鸭子也能够到彼岸。现在我们从娑婆世界的此岸要到极乐净土的彼岸，有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啊，只要你上船，在你上船的那一刻，表示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因为这一条船不会回转，这一条船也一定能够安稳的、平安的、快速的、轻松的到达彼岸。坐在船上的人啊，不管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游泳冠军也好，旱鸭子也好啊，通通平等的到达彼岸。那么到了彼岸的话呢，皇帝卸下皇帝的身份，佛性出现；乞丐也卸下皇帝的身份，佛性出现。游泳的冠军跟旱鸭子统统卸下了他们的身份，佛性出现，因为佛性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佛性现前。好像在这里黑暗很深，到了极乐世界遇到了光明，黑暗当下就不存在了，黑暗无所谓来去，因为它没有体。这就显示什么呢？本愿船念佛，念佛使所有的根基平等，啊，不管出家在家，圣人凡夫，善人恶人，心清净不清净，会不会修行，只要你念佛根基平等，不念佛根基不平等，千差万别。我们有给大家这本书弥陀愿心的根源，啊，弥陀愿心根源。这本书呢，希望大家利用时间，啊，利用时间看一遍，就能够了解这个净宗根源，也能够了解什么就是念佛三昧。啊，我们先来解释念佛三昧。什么叫做念佛三昧呀？念佛本身就是三昧。本来三昧是定的境界，禅定极静的境界，这个呢必须要清净心，必须要降伏妄想杂念，必须要入定，啊，要有这种功夫。可是只要念佛的话，本身就是三昧。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六度有没有具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在这名号里面呢，完全具足，无缺陷。八万四千陀罗尼，这句名号有没有具备？有，具备。所以我们只要念佛，我们当下就等同进入禅定的那个功德功能。所以念佛本身可称三昧，虽然
我们的嘴巴念佛，心中善万，可是所念佛的这句万德洪涌具有禅定极静的功能。这句名号也可以说是法界身，法界的话呢，是所谓常寂常照，常在极静涅槃不动当中，同时呢，又在清凌般若观照当中，所以专称弥陀佛名。般若也好，禅定也好，功能都在里面了，所以念佛叫做三昧。如果不是念佛的话，靠自己的功夫，那必须要坐禅入定。即使像《观无量寿经》所讲的十三种观，你如果没有习地灵心，没有习降伏妄想杂念的话，那不能入定，不能观得想得出来啊。那入定想得出来，出定之后就没有了，因为那是靠自力，而且所观想的功能功德又没有佛号来得大，来得圆满，而且所观想的本身还是烦恼具足的凡夫，并不是超凡入圣的圣者。所以念佛口中念念称名当中，它就是具有三昧的功能在里面，所以念佛就是三昧。因此呢，只要我们专称弥陀佛名，所有功德我们现在都能够拥有那么这一本有一个地方我们大家来共同温习翻开七十七页，请大家翻开七十七页。现在进入读书会，我来读七十七页中间三，为众苦不悔。接着就总结论的说，假使身处诸苦途中，我行精进忍终不悔，即使我身陷无间地狱等苦途之中，我这样的愿心也永远决定不退，永远精进安忍顺受，无怨无悔，直到所愿成就。此即表露出法藏菩萨悲心无尽，愿力宏广，一心一意为了救度众生而发愿修行，不畏惧种种艰难困苦，难舍能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绝不退缩的要去达成。在怎样的巨苦，他这样的愿心都不可能会被打败挫折而退转，反而更加坚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最后总结论的这一句不止撼动人心，更是惊天地泣鬼神。有关这首偈，如来会翻译说，众尘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假设我为了救度我们，假设为了救度我们十方罪苦众生，法上菩萨以身为纸代替我们到无间地狱受无间地狱的苦来救赎我们，愿心坚固始终不反悔不退却。庄严经翻译说，愿我精进能决定，常运慈心白我情，度尽阿鼻苦众生，所发弘誓永不断。常运慈心白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这首偈显露出他以平等无差别的无缘大慈所救度的众生，包含阿鼻地狱的众生。三部同本意义无量寿经的这三段偈语，充分显示净土宗是救度的法门，也是救赎的法门。佛教以持救为宗，目的是使一切众生全部成佛，而能够体现这种精神的就是净土宗。阿弥陀佛以身为纸救赎罪苦众生，
出离地狱、解脱轮回的愿心。救赎是佛教大慈大悲的精神所在，也是佛教大慈大悲的最高表现。佛教若无救赎，就或不讲救赎，则佛教不是真正大悲，罪苦众生永在轮回。佛教以辞旧为宗，阿弥陀佛更以众臣无间诸地狱度尽阿鼻苦众生为愿，所以佛教也是救赎的宗教。因此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菩萨，首先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四弘誓愿，而已堕地狱或将堕地狱的众生若不救赎，怎能脱离地狱？我们怎能圆满菩提？为了救度地狱众生，菩萨必须发愿救赎。如《华严经》就说：“我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我当于彼诸恶道中带诸众生受种种苦，令其解脱。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我令独受如是众苦，不令众生堕于地狱，以身为止，救赎一切恶道众生，令得解脱。”一代教中类似的经文很多，故大智度论说，菩萨宏大之心，深爱众生，若有代理，必代不疑。复次，菩萨见人间有天使，用人肉、血、五脏，似罗刹鬼，有人代者则听。菩萨作誓念，地狱中若当有如是代理，我必当代。如今阿弥陀佛在造宅永劫以前，就已为我们发了假使生死之苦的中众臣无间诸地狱度尽阿鼻苦众生的超世无上大愿。可知在造宅永劫之中，待众生受苦，地狱恶鬼畜生何处不惊，何苦不利？故阿弥陀佛的愿是超世无上的大愿，阿弥陀佛的心是自己无尽的大悲。我们再怎样罪业深重，都不会超过阿鼻地狱的业。阿鼻地狱的众生都在弥陀救度当中了，那还有谁不在阿弥陀佛的救度当中呢？所以也可说，阿弥陀佛是为谁而发愿？为我而发愿。为救度谁？就是要救度我。而这个我是指十方众生中的每一位。我们如果细细思维瓦上菩萨这整首赞佛偈，我们会非常感动，甚至会被瓦上菩萨的愿心所触动而痛哭流涕。就如当一个孩子体会到母亲对他无条件的爱、深爱时，他会感动甚至痛哭流涕。菩萨发愿时，要以自己上求佛道并教化他人为直至。在这二十首赞佛偈中，这两项浑然一体呈现。而且法藏菩萨之上求菩提，不但为自己，完全是为了下化众生。拜读之下，我们应衷心欢喜，信受法藏菩萨深广的大悲愿力。这个弥陀愿心的根源啊，就是《无量寿经》的赞佛偈。赞佛偈总共呢有20条，是宝藏菩萨对四自在王佛的这个赞叹，在赞叹的同时表露他的愿心啊。我们说净土宗的根源来自于弥陀的这个四八大愿，那弥陀的四八大愿之前有这个赞佛偈发愿的动机，四八大愿之后呢也有三四偈，这三四偈就是以三种内容作为48愿的结论。第一种内容就是说，
我见超誓愿，必至无上道。誓愿不满足，是成正觉。以这一个愿来涵盖，总的来讲，四十八大愿是超越十方诸佛的愿啊。然后第二世纪说，我于无量劫不为大师主，普济诸贫苦，是不成等觉？意思就是说，四十八大愿是第十八愿啊，是为了救度众生的，为了给众生的。所以说呢，这个普济诸贫苦，贫苦指没有智慧、没有福报轮回的众生啊。那么第三个世纪就说啊，我自成佛到临生超十方，就正有不闻啊，是不成等觉？意思就是说，他整个四十八大愿呢，归结为一句名号，所有成佛的功德就在名号当中。所以说，我自成佛到临生超十方，为什么要临生超十方呢？要使十方众生听闻到这句名号，称念这句名号，受弥陀现身的保护，受弥陀临终的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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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的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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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